收工了哦，太饿了，终于可以吃饭了。这个就是我工作人员的大餐。嗯，这个呢，就是他们为我做的沙拉。哎呦，好辛苦！为了保持好皮肤，这个沙拉应该吃了好几天了。现在连这个辣椒在我眼里都看起来很好吃。我太难了。我想吃一口你们的菜，拜托拜托。我们明天还有拍摄呢，你不担心吗？哦，没事没事，我有秘密武器。秘密武器？就是那个呀，我一直用的那个。它就是它，雅漾零号修护霜，非常好用。来，给高颜值主角一个特写。哦 no, 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他，改善敏感，修护肌肤。哎，是不是对我的零号修护霜都心动了？我不会让给你们的。哎，我还没吃呢。哎呦，别吃晚了。